然后歌名叫做寻宝地图。我为什么会写寻宝地图？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心中的宝藏不太一样，也许你觉得宝藏是钱，有可能你觉得你最珍惜的东西是友情、爱人、家人，这些都是属于自己。但是如果你可以找到一个可以跟你分享这张地图的人，代表这个人是你最信任的，或者是某一点最重要的人，所以我想要找到这样的人。我希望你们可以遇到这样的人，寻宝地图。写着一片枯叶树，我一步步，还在上名字。
寻宝地图最新的创作。然后刚刚如果有人录影，可以分享给我们吗？我忘记带相机了。